我相信影響不大的，以我記憶呢，特朗普做總統的時候呢，香港樓市其實就是不差的，加上呢就上個月呢，政府都放寬了樓按，同埋呢股市也非常暢旺，大家都知道呢，無論我們和行家的樓盤呢都可以說是大賣的，是百花齊放，其實豪宅的走勢呢尤其是理想，就除了天曬天的大單位之外呢，我們天曬海、海船還有甚至乎呢是帝景園，每週呢都錄得不少的成交，而且每個單位呢都是數千萬元的，以我們現在這個太子道西的項目呢，無論是這個質素和位置都是屬同區的頂級，我相信呢都可以是吸引到買家入標的。謝謝，请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个钟仔啊。